什么物件啊？拢同款的阿姊，全部都一样的。没有，我刚刚是真的。喂。我们肯定是不够钱。好吧，来啊，包起来，来，一包鱼肚。另外那个小姐进的那一包拿去了吗？我跟你讲啊，有一个完全最好笑，你知道无？好奇怪，而且你会觉得吗？哎，刚开始没有人，哎，过一句切下去，你看全都是人。好奇怪哦，那边要采三个鲤，三只香拜鲑鱼。就来，要食鲑鱼的，啥物食来？我上500块就好啊，这规只东汤汤七七的，你家己知影啦吼。我总分落来，总全部给你啦。哦，规只来哦，整只虾切下去的哦。哦，叫恁个分分给恁啦，全部分给恁啦，全部拢分给恁啦。来啦，中位啦，中位啦，看啥物食来，就分500块来，这个来。啊，要这份了，来，要去都一样啊。哦。来，看要食来，变来500块500块来。来。好，要食来500块来。好，要食来500块来，好。好。啊，两人看你要几包，迄袂歹食，口味真正袂歹。我捌食过，真正赞的啦。哦，过白饭条啊，做做牛肉烩饭。哦，过来，我们吃鲑鱼的吧。你要吃黄鳝，你要吃黄鳝。来呀，你要黄鳝。来，到你面啊。很好。阿明，黑林哦，你把这几包去掉啊。五包。对啊。一般的几包800的啦。整只鲑鱼多少？好嘛，整只啊，不价。你要吃哪边吃？大盖盒啦。当然爱吃。啊。爱吃了，我跟你讲，阿姊，这几只拢给你，你知无？这杯哦，听好，装起哦，你家己装装包清洗，全部，系哦。啊，我等下你后尾啊，我来再吃了，分作三个，一人500，同款，哦。你后尾来就啦，我先切给你来，好。那个不是，那个是酒标啊。没有。啊？好啊，没问题啊。Thank you.
们要吃蒜叶嘛有哦，鲱鱼也有哈。一斤200块啦，来，这一斤两斤三斤来四斤来。哦，200块，小姐来，你要来哈？啊，你是摩托车先停好啦。来。过
人要吃鲑鱼骨的无？200块，200块，现在200块，拢有啊，拢有啊，来，我别样来，你们想要吃什么讲话？有人够想要吃啥来讲话？抓鱼大条啊，小大条啊，种的。来这大地哦，就好吃，500块钱。来，好，人要吃鳕鱼的吧？有啊。嗯，这个你回去煎了就知道了啦。这给做大地哦。好。啊。我去煎虾子。来，搁什么吃？来，500块来，500块来。你想要海虾？来。来，个人要吃大片的鳕鱼吧。这给他大地哈，来500块就好，赶快来一地、两地、三地、来四地、来五地、来，不四地来就对，来四地来500块，还有来。个人要吃无？一地、两地、三地、来四地、来500块，还有来。还有没有人要？还有没有人要？还有没有人要？帅鱼有人要吃无？帅鱼有人要吃无？够有人买啊无？小姐，你够有买买无？吃完无？吃500块，有人买啊无？500块。是。这帅鱼500，我你买无？足大块哦，足水的。要，他要。阿姊，我来讲啦吼，来。你人我厝，你人头先较侪啦，来啦，我来讲吼。这地中的啦，你若有喜欢这地，我无好笑的，中这地歹卖，100的好，来中我600块。600块。阿姐是谁？敢问哪的？来啊，我问一下，有人做咩的啦？对啊，对啊。大佬呀，好大人物啦。他可是老家是黄鱼，是拢。来，超级漂亮的啦。啊，我知道啊，在这里。哦。在这里。那个没关系的，摆就摆着啦。我想跟你讲啦，开心的就看啦，来啦，水不？大只的啦吼，这几尾拢我来讲哦，金花的哦，足大只的哦，足水的来。这咸水的鲈鱼，刚刚做的啦。哦，下钓啊，这即马翻倍涨啊！我讲这前啊，一尾拢100块啦，即马拢这外口抬一尾可能200，差足济啦。有人想要吃我讲，咱讲一尾卖你200啦，来啦。这一尾给你，差尾给你啦，阿姐啊，500块对啦。这三只哩，500块，你讲做大只，做水的水相当，安尼500块，看好不？那是啊。啊，同款呐，我都摆出来尔哩，我也无摆出侪尾出来。这四秒给你啦，500块对啊。个人要吃大鲈鱼的吧，500块。我靠，这粗的啦，遐大尾就看无。安尼啦，安尼啦，你看我大只也无来，哦，水的来500块来，哦。这小鱼啊，真正的啦，拼下去了啦，惊啥货？直播开头咧看啦，这今仔日我袂种介绍，真正大家刷咧，真系啥样无一片，500，有人要吃无？500，这么大只。超大鲈鱼，我老妹吃500块来，大哥大哥。啊，两尾话者。够两尾啊，我赶快500块，500块。两尾话者。安尼，500块，你卖无？紧来啦！来来来。哇，敢那天气咧变歹，我感觉一直吹咧，你无看？啊，你无台啊？无台啦，台我无可能不是安尼啦，嘿啦。无台我无爱。啊。无台我变两尾就好啊。啊。我变两尾就好啊，无台我无。啥物物件？我变两尾就好啊。两尾。无台哦，够台。两尾300，才袂你遐俗哩。我超敢要俗哩，要叫你去买买转去，我来收台，你拢乌白白。你要较早休困的啦，无要忘记啦。哦，谢谢啦，感谢你。我来甲你讲，我真无你尊重的。够错，够错，够错，然后。两尾300，两尾300，你真了不起呀。要不要？不要。
来五百块。一碗价一百二呢。我无煮的话，其他就其他啦。好，啊，这鲑鱼来两百块，来三只来，四只来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这堆两百。我调羹的啦，我们三只，我才讲我四只哦，你啦，我再紧来，你个看钱在变啦，真的拼下去了啊！物件你即马叫你敢问我，尽量拢取落，尽量拢取落啦吼，赶快拼下去了啦，来啦，搁什么食来两百块，卖快一点啦，两百条。只要人要吃鲑鱼骨头，鲑鱼骨头，我们广东那边两百块，两百块。我们吃鲑鱼骨头不？两百。过来来哦。哪里了？谁来请？要吃鱿鱼花呀，鱿鱼花吃汤锅来。200-300要吃鱿鱼花，要200块，好不好？阿弟，好啊，师傅喊动起来就好了哈。这今晚我刚好今天才去105块呀，这现在开始开2斤花了，来三百啦，200块留下200块。来，要吃鱿鱼花来200块，200就好了。哦，来，这套餐拢比较用来这啦，200块够人要吃无？加油，快200了，董小姐来。加进货量大、啊。这个是我的老板。够人要吃鱿鱼花无？200块。人家的货量真的。等下等三三，我吃我三片的，有的酱拢好吃，来200块留200块。200块，这200块无人来哦。来，鱼该足济啦。我介绍一下好无？物件拢紧的啦，一人来介绍袂济啦，舞台拢两层，两尾声。哦，我甲你讲吼，泡酒分几三，逐项物件拢袂完啦。最重要是项，后面搁一个花枝条咧俩。来，这个是饵条啦吼。大王鱿鱼翅。这老板啊。这等于足简单咧，盖水了有无？退冰了有无？吼，看你用爆炒的，炒沙爹。哦，乌花三味也是买，我来讲，要煮火锅嘛，超好食的；，乌粉要煮嘛，超好食的。咸酥鸡你家知影啦吼，也看卖啊，真正好食。哟，这就是人的鱿鱼丝啦，大鸡的话，切切的安尼话。我们还一个价，我老老觉得好卖无？你大众那么贵啊，我无想这安尼啦，安尼啦，一个一斤重2.5嘞，有人要买无？100块了，后面看卖啊，介绍最低的，100块。美食书架，一包100块了。来，老板最贵了。哦。你等转卖啦，这个。我们吃鱿鱼翅的无？好吃哦，100块了，100块。大王鱿鱼翅100块。大王鱿鱼翅100块，有没有想要吃的？100块，都无人去尝试看看。现在说真的实在话，你们市场价，你们自己都知道。市场说真的，100块你们都买到便宜了啦。你讲拢真的啦。你吃比较讲。两块的啊。哎。还有大尾的啦，大猪都。中蛙。中蛙这啦。OK。十三四的啦。这么大。遐大尾啊。大到。敢计较？无敢。这二啊，我这200。这啊。哎，这200。这个会落啊。啊，这个啊，要不？200。啊，你有想吃不？你有什么要吃不？你有什么要吃不啦？没啦。你有要吃你点菜吧，紧啦。你叫提出来话，你搞大项物件，搞点无头，搞无头，你话袂跟你骂啦。哦，够是最好的啦。啊，那只剩最后一只了，你要带走了，180。哎，最后一只没了。啊，有啊。哎，不过还是没事，感谢。180。大家都去。再帮我。啊，你们没有帮我吗？没有，我们那没吃包。还有要吗？多一个可以。还有要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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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出现了。特别有力量，三百块就好啊。这下我来讲哦，你上来会赢无？这种全部中国拢请的，啊？我一点卖8300，我卖12300，都差那么多。老板休息掉了。回来加挂吧。各位男的吃啥？你去买无？买多少鱼啊？300块就好。啊？没有一花呀，好。你叫我给你来，我送你一条。300元，300块。这蛋的很好吃哦。啊，没多少鱼啊，没多少只啊。叫好起来，300块。看没不？啊？老呀呀，好了，来，进来，来，来200块。哎。啊，你不讲买200人多，买300呢？你不使咧讲啊，咧招地，对不？你总无会讲人买300，叫人叫你摕同款的物件吧？你要偌济？200块。卖这个200块。我刚跟你那个大姐好，在家里。大姐在哪在家里？高兴。啊，大姐在呢。对。你别人家的其他的沙发里。哎。哎。啊！你面家你有看到来无？无，基本上分数这条对吧？三条色分呀。三条色头。基本上快两来几块呀？哎哎哎。三，你摆来几块？我摆来几块？我跟你讲下子，无定跟你讲尔。无定跟你讲，白草都100听嘴跟你讲。白草100听嘴跟你讲。你无打，无放黑啦，规个数数。哎哎。你无听。有。嘿，有些你拢无会识的。好上下吧。老板。啊，300等8块阿姊，单只200最好的。
好，谢谢。牛腩啊，是牛腩那边的、啊，那牛腩那嘛袂歹吃啦，一包一百块尔。这边那个那边有牛腩。啊，这种嘛这，哎，只恁两包尔。嗯。恁花生鱼啊？哎呀妈！这样哪袂吃？哪物件？这个五百啦，还是要几十拢去？哎呀，好厉害！哎，台湾边个石头吃就好啊！啊，这样哪袂吃啊？安那？啊？我买一百。今年四百拢直直几大只啊？你我看放一尾后面两百块啊，迄四只我哩五百了，全部拢去哦。两个人呀，无法买啊。啊，无买两块了哦。啊，这嘞，这嘞，要几片啊？看下哦。你要一袋就好。一片啊。你规只拢摕到技术箱尔啦，安怎袂？啊，即季你若讲全部啊，七只即季，拢包三百条啊，全部拢我利用。卖土这真正你家己看嘛，这物件无人，我随意给它无人，我就卖这三百多，这乌皮皮，这真贵的物件嘞，即袂？那是白带来啊？啥物件？白带来啊？白带虾啦，啊？白带鱼啦，不是哦。不是白板啊！不是白板嘞。是我看哪块？来，下面吃鲑鱼，我跟你讲哦，这是最后一只哦，哦，卖完就没了。一只鱼要分作三个人摕着啊，迄规箱切切落去哈。哦，你来介意，我跟你讲，规篮摕，放起来正常价六七百块超过啊，来五百块就好啊。来哦。来，有人要吃鲑鱼的无？来，够五百块就好啊。规盘起五百块。哦，无咱先放下只啊，好好好。你要用切的，还是要怎破片？切一个葱了，好好来。